快看，这里是养有的金鱼。其实金鱼养有呢，主要是两种原因造成的。第一种原因是由于金鱼患病肠炎能导致的养有，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度肥胖导致的失标，也就是说喂多了就不平衡，头朝下，严重的时候肚皮朝上。在日常喂食中，我们要避免过量投喂，在饲料的选择上也可以荤素搭配，避免蛋白质过高，鱼儿消化不了的情况出现。百一枚元气金鱼膳系列，针对不同阶段金鱼所需营养不同，针对开发高蛋白的仿红虫饲料，主要针对亚成期金鱼，帮助快速成长。添加自然养色原料虾青素、螺旋藻的色养饲料，主要助力金鱼的发色和保色。而成长期的金鱼宝宝们吃什么饲料呢？可以用它速长饲料，可以促进成长，塑造良好体型。碳酸素饲料和蔬菜饲料则可以根据日常所需搭配使用。元气金鱼膳不光是金鱼能吃，只要是颗粒大小合适的鱼宝宝们都能吃，还不快带两罐回家。